早安，2018年6月6号了，就永恒的时光当中只有一次的，也救恩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天。每天开始的时候，不要忘记主在整天做什么。但愿主为我们预备的信恩，在这整天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都领导我们，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领导我们身上。全部擦掉了。实在是我们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我们蒙恩的一生啊，我们都是蒙恩的、蒙爱的，真的蒙福的，没有比现在状态更好。有的人说，我们的将来夫妻关系更好，我的孩子更好，我们家会更好，之后是更好。No， 永远是现在这个庙，这个状态，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是最好的状态了啊！这个方面的眼光，我们真的需要。我们是已经成功的，不需要再成功，没有比我们的条件更成功的。各位拿出来给我看看，就把那宝贝的真理给我们了，主的无限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了，引导我们了，保护我们了。所以我们的日子是把这个成功分给我的丈夫，分给我的儿女，有这样的日子来的。这个我们的系统啊，要整理一下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为什么保罗就叫我们常常喜乐呢？难道又不会出现不喜乐的时候吗？常常喜乐，但是的确是不喜乐的时候会出现，的确是，因为我们还在肉身里面的时候，离开了永远再没有，但是我们是在征战当中的，所以要不住的祷告了，然后要得着祷告里面要得着那个秘诀的所以，要蒙恩的人生实在是。这一次我们的祷告了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来到这里的，都得到那个职报吧职报是也可以说另外一句话来说，目的了。有的人说你们是每次用的字眼是都一样，所以我改一下罢了真的一个职报，我们要得着的然后呢，怎么样得着？需要执事了，关于这个执事，这个就是事实、实况，也可以说内容。关于这个执事是很奇妙的，如果正确的执事进来的时候呢，不正确的执事是自动都会挪开的，光来了，黑暗是挪开的，所以呢。这个正确的知识，这个真理，一生当中真正的听一次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不管他做到不做到，就是借着门徒们还是很软弱的时候，借着你们所得的这个真理真道，你们是已经得洁净的。所以这个真道，这个真理，如果各位是真心的接受的话，一来欺骗各位的轮回说什么功有能力大白功有能力，佛有那些是不见了，光来了不见了。所以呢，各位，知识本身是很重要的，知识是进来了一生会影响。按照我所知道的真理，做到不做到，有的人是马上可以做到90%以上做到，有的人是日子过了10年，经过好几次被打屁股才能够做到的。但是总是进来，那有一些管教来的话，有一些哀痛的事情来的话，他是总是寻找真理那里帮我们去的所以这个一次得着真理真道是
真的是蒙恩的人，蒙福的人才能够做到的。那今天也是主必定给我们叫我们思想很多方面的这个真理，一个事实。那这个真理呢也有层次，所以层次分层次来要了解的啊。今天雅各书第三章第四章在这里特别得到这个的奥秘。我盼望是今天第三章到第六章到下午全部我们读完。第三章第四章那里我们要读到是一句话来说是智慧了，夜间问题当中要得到智慧的。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是要得那个智慧而活的。但是智慧有属第三层天的智慧，第二层天的智慧，第一层天的智慧，我们是要全部包括的。我也不能单单说第三层天的智慧，就是第一层天的智慧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全部都包括。所以呢，我们一讲到正道真理有一些事情上的答案的时候，必定分层次来要了解。但是绝对的就是绝对的了，不可以绝对的放在相对的后面，不可以把不变的就是放在可变的后面，这样才能给我们得到生命的光照啊。有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我的情况不太好，但是呢抓住那个绝对的来寻求主给我的智慧的时候，生灵动工了所以呢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强调的非常重要。圣经的知识有一些是属第三层天的，有些是属于关于我们的精神思想这个方面的世界的智慧。但是世界家的智慧呢，世界的人是绝对不知道，空中以下的第二层天以下的呢绝对不知道的世界上智慧通达的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蒙恩的人才能够知道的。第一层天我们怎么样管理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管理人际关系，这一些也是知识也是真理很重要的，但是那是相对的，那是可变的。所以这些层次分层次来了解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保不得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蒙恩的人这个多的知识，我刚刚跟各位说有三个层面不同的知识也是一个知识了，这个一次进来一辈子会影响你，然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必定会寻找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所以今天2018年6月6号是很重要的一日我也讲今天整天要分享的信息，昨天回到房间之后到现在持续不断的祷告过程当中，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蒙主的大恩了，信恩了，我觉得信恩我虽然长了到30年，但是从来没有过的，每天信恩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有期待。那今天我们再一次兼顾我一生要得到的至宝。有时候你的事业不太好，你的家庭不太好，你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为这个不对，这个还没有抓住了，你的目标还在于体贴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私心来要求，所以呢没有办法好这个目标要好然后呢蒙恩的人是不但有这样，很快蒙恩的人或者被管教之后呢，遇到很严重的适应的有故里面流泪故那里继续寻求上帝的安慰，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上帝的声音之后呢，真的会发现那何等甜蜜的这个甜蜜常常李牧师用的话来讲说是得享享受，宇宙交通享受，我的吃饭享受，我的工作享受，因为在哪里有主的同在我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是带着期待的心，虽然是一边流泪一边寻找，但是寻找过程当中就必定叫我的流泪谷充满了喜乐谷，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一生是这样
这个大奥秘都知道的人是真的任何的情况里面全天候性的可以就保罗得到的秘诀，对不对？常常喜乐能够会得到的。我们的人的感情啊，情绪啊，喜乐的情绪啊，实在是很重要的。大家现在看到很喜乐了啊，那到了大中午下午大概3点4点的时候呢，已经累了。我们活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没有办法，的确是有这样。那样的情况里面怎么样保持，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天一天要学习。我旁边的人不是永远是可爱的，天天造成各样的事情，我们上帝为我造成的功课了。这样我们平均的年龄来讲啊，到70岁大概有经历一下日子满足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去永远再次流泪的，永远再次没有痛苦的那个地方。所以呢，其实昨天也是今天也是，蒙恩的人是多得到秘诀。这上面的是怎么能成为真的甜蜜，来常常喜乐不住的与神交通，凡事谢恩，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那个需要秘诀啊。所以昨天也学，今天也学啊，你在家里也学，宣教工厂也学，都学习啊。这个是常常我们学习，你要学习啊。以学习为中心生活的话啊，各位任何的情况里面都会喜乐的，任何的情况里面都有主预备的教导啊，主的答案是有，所以有得。学习带来的人生的答案和见证，为中心生活的人是为什么逼迫我喊喊吗？自身肉体吗？人的情况下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低处都能够会发现主的爱而喜乐的。所以目标要清楚才能够喜乐也得着的。有的人是单单一块钱也是五毛自己用，五毛分给别人来喜乐的，有的是100万也不喜乐，因为只跑不退，这个不对。有的人是一天24个小时够用，很充实，也每个的脚步里面会得到学习，每个脚步里面都荣升一人建国。有的人是就48个小时也是不够，永远是忙忙忙。有的人是单单1分钟祷告能够可以得着一天维持属灵的能力的秘诀得着了，有的人是2-3个小时祷告员那个单缺那个不安去把没有挪开了。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很相对性的问题来的，这个要学习。上帝给保罗是各样为难的情况，上帝给大卫是各样为难的情况来教他学习了。蒙恩的人的人生是这样的然后真正的再没有流泪痛苦的永远的喜乐是你天天等候吧。死掉的日子就什么要离开，我们肉体要死要离开。对不起，我用这个死掉不优雅的话来讲是要强调法人最不喜欢的，我们是一生等候的日子所以离开的同时去年就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回天家了她是癌症开刀好几次10多年真的是很痛苦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爱心来服侍她，她就52岁还年轻她离开世界之前他知道自己要离开所以呢赶快请牧师来，所以我去了，也有另外一个2-3个牧师他认识的一起来最后跟他我是满面笑容的，终于时候到了，你等一下你一入睡你是已经发现已经离开你的身体，你的整个的生命是实在是一生你没有经历过的自由，
然后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味觉、触觉，全部都是比现在还肉身里面的时候，就是百倍千倍的好，什么都很透明的。那离开你身体的同时，你会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节，一辈子照顾你的天使天君，他把你带到主那里去。他也马上点头，然后主给我感动，叫我必定告诉你，你的五十二年你留下来的祷告，主都确定了。然后将来你在天上也是会看到，远超过你求你所想象的，主必成就。他说阿门。然后呢，我就做最后临终崇拜之后回来了，唱了很多的诗歌，他喜欢的诗歌我们全部给他听，我们大概十首继续唱。他的家有 piano， 所以弹钢琴，他的女儿弹钢琴，然后一直唱了。然后他还没有走，所以 夜深了，所以我们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是第二天凌晨消息来，他就离开。那有两对夫妻的肢体，他的丈夫、他的孩子、他的女婿所在的地方，他就是看，天使在哪里，主在哪里，就是满面笑容的，他是看到了，然后离开了。那个相片现在还在我们的手提里面，想看的会看的，可能我们华福基督生命堂的王那个围裙进来的人是会当时的那个相片。各位，只有看不见而已。伯特利、雅各是想托住他的、帮助他的、上去下来的那个天使天君，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上帝绝对不会偏待的，一样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各位真的要相信这个，相信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到十四节，我们祷告的时候，加玛列，就是米凯尔，那米迦勒，然后就是启示录，第八章，就是天使，我们祷告的时候又怎么样？就是真是一个事实，所以各位真的要都要得到，继续学习。看不见的，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信都得着的，所望之事的实底，因信都得着的。就是一生我们要学习，然后呢，真的是你会知道生命的果子，你的里面，你的生命的美德，对不对？我们的永生的那个美德。然后呢，实在是我们拯救的我们的肢体，也包括自己的家人，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蒙恩的一生是必定这样。雅各书，雅各，就讲这个的，所以今天我们读一下，然后我看我们这三牧师帮各位有些人的问题他在整理一下，也在给我了。可能很多的答案是已经有，也今天我们分享雅各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的。就是需要的话，再一次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很好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必定要更进一步的要明白的，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整天主的心恩为我们预备着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着我们领受的是一样的信息，但是每个人所得着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无限的圣灵按每个人的需要我们会做的心灵上常常有障碍的，今天要得释放的，身体有疾病的也会得医治的必定会得医治各位的人际关系一切矛盾会得医治，只有各位真的愿意要寻找主，要顺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爱我们，
永远为我们一天一天做信事，把新恩给我们。我们现在再一次眼睛得开，要看到你与我们同在，你跟我们说话。求主尽管向我们每一个人按我们的需要说话。我们的神，我们的全能的神 El Shaddai Almighty God， 我们相信你，我们要信靠你，我们要顺从你。求主按照你的丰盛的荣耀，今天再次把你所预备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得到能力，好叫我们已经 得到的完全的成功能成为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各位，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一章是我花最多的时间，因为很重要的概念是在哪里都有了，所以其实第三章第四章开始是很多重复的，好像苏拉米女人，苏拉米女人形容，就是她的良人，良人形容苏拉米女人的，但是这个呢越来越更美，形容的更美哦，有这样的发展，很多内容也是重复哦，所以我们很快的会看的。今天是我一个人读啊，一边读一边，各位要 catch 的，各位要抓住的啊，一些本意啊，我就告诉各位，雅各书有一百个的学者分享一百个不同，但是我的了解是从创世到启示录整本，然后六千年的整个人类历史，然后我的一生的经历来解释的。当然很多学者他们的看法我非常的尊重，我读他们的讲解的时候，圣灵光照我心里说阿们的，我会接受来有这样的证明的。各位这样读的话好像不太明白这个的意思。第三章第一节，我夜间，各位夜间就是各位信主之后会遇到的各样的夫妻问题、健康问题、各位的职场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这个叫夜间啊，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所以在夜间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当中，寻找主给他的答案的意思哦。我寻找他，却心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广阔处。大家箴言第一章对不对，街上就是广阔处，有神的智慧对不对，神的声音重重满满的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地方是可以说世界的人给我们的智慧，世界的智慧，所以第一层天可能第二层天一下的有些智慧了。寻找我心所爱的，到处都寻找主给我的答案，我寻找他却寻不见。然后呢他又遇到了，所以这个地上的一些答案是很多时候不 work， 在我的夫妻问题上不 work， 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心灵上的问题上，用世界的心理学，用那种的教育学，那种的夫妻辅导学，或者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来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不但不通，就是更糟糕。生徒是这样的，生徒是一直到得到主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这一之前是不能得满足，也不能看到就看到功效的。所以呢先是在街市上广阔处寻找，然后是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他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各位，在雅歌里面的这些城中巡逻逻者是就是教会的教导的啊，牧师、长老、小组长这些巡逻者啊，这是城中啊巡逻看守人的啊，牧羊人的啊。但是在这里出现的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是有的人是根本没有答案的，所以直到我们得到牧房养群的我们的主，但是有一些牧师长老是有答案的，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是，我要考虑很久，哎，我的决定是他们是有答案的，有答案的巡逻看守的人，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然后呢，你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所以这些巡逻看守的人是，就像各位一样，有答案的牧者，所以呢，听了，真的这样吗？然后祷告，马上得着了主的光照，有这样的光景哦。所以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们就耶稣的答案就来。我拉住他，这是太宝贝的答案了。拉住他，不容他走，不容他那个走那个，不容那个智慧、那个答案、那个见证我们忘记走，领他入我母家。各位，雅歌里面出现的，这是所有的学者的共同点，是母家就是教会了教会，生我们的所以拿俄米对不对？路德的冠上，就是一个教会，所以呢，把我的主给我的答案带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所以母家也是内室，所以各位。这是木家，也是内室，这个吗？这个才对啊。城中街上狂咳之处，大家知道我每次我吼话这个的时候我讲什么这是一个灵的阶段，这是一个魂的阶段，这是一个身体看得见的世界，这是第三层天，保罗去过的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所去过第三层天，这是第二层天，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所讲的空中掌权者，摩克斯坦长官撒旦，他是说谎之父，这个一下他就统管，所以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欺骗，连基督徒也相信进化论，完全是欺骗的，被骗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整个运作。很多人认为是有钱什么都好 ，no， 有钱你灭亡，完全相反的，这是一个空中一下，有钱你会忙，有钱你会你的宝贵地上的时光全部都浪费在世上，要赚钱来要忙，要管理钱来要忙，要用钱来忙，一定是这样。他离开世界之后呢，因他留下的钱，他的后代嘛，就是灭亡，大部分的兄弟姐妹们的。就是分教，就是因为父母留下来的财产，是才是这样。所以这个空中一下呢，都是欺骗。那钱不重要吗 ？No，
钱是何等的重要，钱实在很重要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攒来的钱，弟兄姐妹们奉献的钱，是实在很重要。把那个钱恢复在真理的意义的时候，所以第三层天的意义恢复的时候呢，这个钱是好的。所以呢，这个三层面来，各位把圣经所讲的很多的教导用三层面来要了解的哦。所以就是第三层，就是第二层，就是第一层天啊，这个就是内室啊，知圣所，就是圣所啊，这就是院子，就是正在讲我们的身体。对，有一个人是圣灵的殿，基督的身体，另外一个人圣徒的话都一样的，所以很多有共通的然后一起会明白的，所以可以圣灵保守圣灵所赐合理的心，圣灵赐的圣灵，所以圣灵所指教的，圣灵所赐的那个智慧。所以讲到智慧也是有三个层面所以呢，我把我的主给我的答案带到我的母家，生我的母家那个内室里面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也今天所得到的很多的属灵的知识保护我，洁净我，引导我的，然后到了时候呢，一点一花也没有废掉的，全部要成就出来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得着的，教会也可以说圣经那里会得着的所以在这里呢有宝血。所以第二层天以下呢，不知道就宝血的方法，宝血的夫妻关系，宝血的做生意，宝血的养育孩子。所以只有这个是世界有智慧通达的人，世界的大博士我们要应该要尊重他们，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诚实，读书那么好，也有好心来要教导。但是我跟他们交通，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交通大概五分钟，我也会发现讲不通，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神的话也特别福音十字架的福音，然后圣灵有这个层面的。各位，我昨天跟各位说了，我们是保守中的保守那什么叫保守？各位要知道，保守是神同在，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信的必要相信两个，一个是神是活着的，然后他是必定赏赐给寻求他的。相信这个的人我们叫保守，所以这样的人的教导，这样的人的辅导呢，夫妇问题教导的时候也是神在他一个丈夫太太中间，超乎二人之上，关乎二人之中，住在二人之内的，有这个的绝对的事实来教导的。所以这个叫保守派神同在，神爱，绝对的爱的，神全能，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流泪骨的问题，死因的幽谷里面都有他的杖，他的杆引导我的答案全能的。所以全能者，我们绝对要想到你的健康，想到你的夫妻关系里面很多的家务产的很多的矛盾，你觉得矛盾，上帝说0.1秒钟可以做到的，这个叫保守派。但是世界的人是慢慢接纳，除了这个以外的在这个以下的东西，所以这个渐渐成为一个我们叫 liberal， 就自由派了，把这个保守的系统建殿的那个系统揭开，
然后呢，哎呀，这个是谈谈圣经可以吗？还需要啊，教育学的大博士研究出来很多的试验等等，要加上。圣经可以用圣经来当圣经来可以做生意吗？不够吧？说世界有世界的啊，各位 ，no， 绝对不是。人生意要成功，保守派所长的一句话是：上帝要帮忙，上帝为你安排遇见，有一个情报，有一个钱的脉络，有一个蒙恩的遇见，上帝安排。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方法跟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方法是，你只有做打扫也没有关系，你的旁边有人就好，一生要容身一人的话，你的旁边有人就好。这报已经得着的父母呢，养育孩子的方法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的人是养育孩子之后一直跟着。所以我就五月家庭月，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法国人的教育，我们中国人跟韩国人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啊，中国人、韩国人是孩子不吃饭，把那个的one spoon, two spoon 塞进去，孩子一直去玩，跟着他。法国呢，种三个月、六个月已经可以抓自己的奶瓶的时候，就奶瓶放在他的前面，不是父母给他奶，给他，当然阿姨是给他，抱他、亲他，喝啊，这样就一句话，奶瓶放在哪？那孩子自己玩，然后喝丢了，自己钻，再一次喝，有这样学习。大概十分钟呢，没收。所以呢，渐渐知道这个孩子，就赶快要喝，要不然肚子饿。所以教育法完全不一样。这个玩具店，父母带着孩子，一个法国的太太，韩国。法国大使馆里面工作的有一个太太，外交馆的夫人，还有韩国相当有水准的有一个 elite 一个年轻太太，两个带着孩子3岁的孩子带来，那孩子们的玩具店，法国的孩子，妈妈我喜欢那个，妈妈说这个是5岁以上的孩子要用的，他不讲两句话，这样。韩国3岁的孩子呢，我要，然后在哪里滚？然后这个法国的夫人是已经该买的都买了，然后呢，已经那个商店出去的时候，韩国的太太呢，就如果你这样不听话，我就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妈妈走了，真的走了。然后在门前还是一直滚不管了，因为知道妈妈必定会来找他。教育方法呀，从小开始完全是不一样。西方国家欧洲虽然是已经是完全失去了福音，但是呢还是那个留下来的那种的，就很自然顺其自然的方法，要提拔人里面的潜能，不是塞进去啊，那种的教育法真的会不一样。就3岁的孩子自己脱衣服之后呢，自己衣服要遮盖，法国的孩子早上起来是3岁孩子自己还不能穿，所以妈妈帮忙他的时候，一个手臂放进去的时候叫他动，但是妈妈是帮助他这样。5岁的时候呢，孩子自己起来自己穿衣服，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技巧比如说马兄早上到了，他就自动的起来，然后过来包，从早上开始洗了。这个韩国孩子中国孩子呢，最后是要打屁股才能起来，
Oh, man. 一边哭，妈妈已经六岁七岁了八岁了，把她的衣服塞进去给她穿，完全不一样。法国的孩子大概就五岁开始自己吃饭，自己所以他们的那个 洗碗的那个地方哦，放有一个台，他自己上去，他自己把这个放热水，然后呢他那个洗碗镜是他不能用，所以呢就是把碗里面的肮脏的东西全部用自来水来洗，然后放在叫妈妈洗。孩子九岁开始自己洗。各位把所以教育 education 我常常跟各位说的是把每一个人上帝给人的一种能力精养精快要拔出来提发出来，就是 education 就是 EU 就是拿出来啊。所以呢教育的目的是独立了，那就加上福音的教导，让他们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今天上帝怎么样与他同在，这些福音一起教导的话完美加上完美了。那这个呢我们亚洲真的要学习，尤其在中国啊，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现在问题可大了，明天的问题啊绝对不会比今天少的。现在媳妇跟那个婆婆的关系是几乎都，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我们觉得有点不公平哦。我们是爸爸妈妈就是岳父岳母，每次见的时候大拜供茶，然后给他们零用钱，一定有一个礼拜一次呢，起码给他们打电话打招呼。现在呢媳妇来了女婿来了，我们要供他们。真的，这个叫黑暗时代，末日必定有危险时代来，已经很清楚了。那明年呢？所以尤其是每个的家庭就一个孩子长大，那个知识然后他们的压力，他们是不是宠爱的，那是宠坏的，然后他们是就越大越感到很大的责任，公公奶奶也包括他自己要供，所以这个时代已经是变成非常的不正常的一个世界了。所以各位实在是全能的神掌管你的每颗细胞，你的灵魂体，你的一切的人际关系，这个相信而用这个的绝对的眼光来判断的，这个叫保守派然后呢他是非常现实的成就，他跟你讲什么话甚至你忘记了他会成就，他是现实的。所以以这个的眼光来婚姻辅导的，以这个的眼光来儿童辅导的，这个叫保守派。昨天我跟各位说过，美国的南京新会的那个 Page Patton 牧师呢很可怜，我觉得不是很可怜，他是得胜者，感谢主。其实大概一个月前的新闻报告是神学院还是为这个名誉神学院长和他的师母预备了，这神学院里面有一个他们的就是老年的他们可以知道会添加他们可以住的物质，还有一些 pension 各样的一些福利都给他们，但是三个礼拜的新闻是全部没收了，不是政府没收，不是法庭没收，南京新会的会员没收，把他赶出去。现在保守派啊就真的是很孤单，已经是这样的时代哦。其实历史上其实最好的宗派就是南京新会了，才派了无数的宣教师，到处开了学校，就是福音学校，然后呢议员对不对，差派医生，又这样的就是美国南京新会，会有几千万个的，现在还是哦，但是也很保守的，有这个南京现在变成这样。那我们中国也是，不但中国，
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各教会一直受到挑战的是，世界的很多的潮流、世界的想法都会进来，他们的想法好像听起来是有道理，哦。各位知道吗？我在这个方面在调查了。如果丈夫打太太，教会的 70% 以上的教会是支持，你们找牧师之前找警察，就是这样教导的教会。哦，当然这是一个韩国教会的例子，韩国教会是大家都公认，哦，这个时代还很不错的教会了，哦。韩国教会十万间的教会里面，就是家庭暴力事情发生的时候，太太就如果先找牧师的牧师生气，啊，为什么你们先得到保护，赶快找警察。那孩子被他的爸爸 abuse， 就是被打或者这样，不要找牧师，找警察，啊，那这个爸爸呢，严重一点的话，6个月不能靠近，嗯，5公里以上不能靠近，在远方要跟他们讲话，或者甚至就在监狱里面，或者要外面住一个房间要住的。他喝酒、酗酒啊，或者有这样的这样做。那做丈夫的、做爸爸的，他跟这个家人要意识到他的一些软弱来所做的暴力，叫他能够有这样的6个月住在别的地方的时候，然后生活费是都要供应。他何等的恨，何等的恨，嗯，就是政府和教会一同合作来帮助一个家庭破裂。各位，无论我的配偶，无论怎么的糟糕，还胜过啊第二太太、第三太太。第一个，我们糟糠之妻哦，是不一样的。我青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娶的这样太太、家的这样丈夫，是甚至宝贵的。那个指导，真的，我们离了婚约的时候啊，在主里前面哦，离了婚就继续保持到真的见主的面的话，那也是一个荣耀了。那他们的后代呢，起码某一个方面是会得到保护了。很多的孩子是动不动就惧怕爸爸妈妈有天分开。各位想一想，现在以各位的立场来想，如果是用我的立场来想的时候呢，真的不得了了，我不想活了。如果我小的时候7岁、10岁、12岁、20岁的时候，我也是要结婚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是离的，嗯，对不起，我们当中也有些已经离婚的也有吧。我是安慰各位一句话。因为那个问题，今天是各位来到主的面前了。我们在生土呢，生土过去发生的事、现在发生的事里面，都有主的恩典、主的计划。我要寻找那个的啊，但是我现在是讲很普遍的这个时代，我讲的是现在这个时代了。所以这个孩子们的受伤，他们的惧怕，嗯，我曾经跟各位说过，我大概十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一个都吵架，我那一天不回家，外面一直流浪到9点半才回家，一个小孩子心里面的痛苦创伤。然后我一回家的时候，我被骗了，爸爸妈妈抱着相亲相爱吃饭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吵架是常常有的，我的家比较少有，所以我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大的一个不想活，因为我的生命的源头嘛。所以这一些哦，保守就得要保守的，不可以接纳世界的方法。哦，丈夫打我，我就，大家知道吗？3:1的，现在呢，丈夫打太太3，太太打丈夫1。啊，所以家庭暴力的30% 的责任是太，现在大部分都是太太打。嗯，丈夫怎么能够打这个太太啊？要打一次都会死掉的哈。啊，所以现在的太太打。也太太逼迫丈夫的很厉害，各位，真的这个时代真的是要我们没有办法不流泪了，实在是一个末日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保守，啊，
那保守呢，从这里得到的智慧，从这里知道的智慧不一样，从这里知道的智慧上我们也要得到秘诀啊。然后呢，那个智慧像那个雅各里面苏拉米女人一样的，得了我的主，得了我的主给我的智慧，要进到就母家内室啊，在这里。所以从这里继续不断都要得着智慧的意思。嗯，得了有一个智慧的话啊，我继续读啊，有这样的意思了啊，各位了解一下。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就是雅各里面好几次出现的啊，就是所以新娘生活是要情愿的，绝对是。所以神为跟人为啊，各位真的要分辨啊，主是永远是吸引我们，主是永远是敲我们的心门，但是呢人为也需要的。那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是睡觉，但是像你的条件、你的关系、你的日子里面、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的情况里面，已经主的呼召，已经有主为你安排的。那我们人为的并不是自己策划着要奔跑，不是，乃是一天一天寻找，一生的方向坚定之后，以七日为主给我们单位是一日了，也七日了，对不对？一年有七次的节期了，主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面给我们的单位是这样的。这些我们都明白之后，主特别强调的七个节日里面的重点是每天称为我们心灵里面的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的，对不对？继续问，以这个为中心，要看我的太太，看我的儿女，看我的工作，有这样的生活。所以一天一天已经有主的呼召，已经有主为我们预备的声音引导。那我们的责任并不是我们引导主，乃是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主继续为我们造成事情然后呢引导我们的。所以这个的是永远是情愿的，情愿主是就主等候情愿。但是呢等了等了等了十年，然后看到他就完全沉睡了，然后这个好像离家出走的那个就是浪子一样的，哇，这是不幸的时候呢，主不得已，那个时候造成问题，旱灾来，不得已跟猪一起吃饭，各样的造成事情，叫他想起回家，还是自己情愿的，就是神为跟人为的一个关系。请各位多多揣摩，各位的自己的每天生活当中，神怎么样引导你？这个继续不断地要寻找。所以雅各里面好几次出现有同样的这个字眼。圣灵成长的过程当中，绝对是主是等候我们情愿的，但是只要你愿意，他就马上动。我跟各位讲过好几次好像 GPS 导航机一样的，各位定了目标地天国，然后呢各位停在一个地方，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死掉的机器一样的，但是你的车子动一下马上声音就来，直走30公里右转。我们主的带领是这样这个也是神为跟人为，就是叫他情愿。但是上帝是已经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我们的迦南地，我们的天国，我们的西安城，对不对？已经定好之后呢，就是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的人为，我们要认真努力的是寻找而信见顺从，然后依靠他给我的帮助，然后交托我前面的路，又这样来的所以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岩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氛熏的是谁呢？
各位，就是邪淫呢是一个女性啊，希伯来文的女性的，所以呢，其实在这呢，邪淫呢是，所以现在就是朋友们的一个歌剧里面，朋友们唱的哦，这个狂野对不对？上来形状如烟柱，对不对？好像如烟柱，跟着烟柱一样，狂野过来的。我们以色列人在狂野，对不对？烟柱啊，火柱，那个一样的这样的。那么形状是这样，以摩摇如香，也各样香氛熏的。这个姐妹是谁呢？对，这个姐妹是谁呀？啊，先是以色列，后是基督教会了啊。所以这里所讲的是教会啊。为什么有摩摇如香这些哦？是因为得了基督馨香之气，基督的很多的答案见证在以色列跟基督教会身上了。第七节，看啊，是所罗门的教啊，这个所罗门所做的教是什么？就是教会啊。所以这个教，所罗门的教很美，思维有60个勇士。各位，教会是有教会里面有禁兵。啊，也教会九位也有精兵，天使天军围绕着，然后教会里面有精兵。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是精兵，所以教会里面各位的一句话两句话是保护整个的教会的。整个教会有点偏差的时候呢，就是哦，就是给我的感动是不是这样，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啊，多揣摩一下主的旨意啊，这样的提出来，谦卑温柔的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好 ，OK， 我们多祷告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呢，哇，的确是这样。然后以前往那个方向走到，真的糟糕了哦。大家都是精疲力尽，没有功效，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工作的方向都错，方法也错的。所以呢，这是保护啊，保护的一个勇士。有时候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的闲话，我们教会总是都是那个几个人罢了，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病人没有得医治，等等等等，很多的话啊。各位，有一个起来，难道主不与我们同在吗？难道主不爱我们吗？难道主没有能力吗？那我们主向我们要求是什么？是否我们整个的会有的洁净？你们真的都是明白主的旨意来顺从吗？当然没有办法就100%，起码教会的主流是同心合意的，为这个事情祷告吗？这样提出来几个话的时候，已经就是宝剑了，宝剑。然后教会里面很多的要毁坏教会祭坛的那种声音，全部都达到了。所以我们华富基督生命堂今年是18年了，真的是没有那个宝剑，没有那个勇士，那个宝剑的话，我们教会好几次是分解了，就是需要。但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很蒙恩的人，很蒙爱的人，真的爱主的人，然后带着这个保守的信仰的人，难道就不爱我们吗？那不爱的话，在哪个地方不爱？我们都一起来洁净自己，来寻找主的旨意，来同心合意的跟从的话，主会不会快快的会祝福我们、医治我们、眷顾我们、使用我们呢？哦，还好，我们华富基督生命堂是有些主流，10多个、20多个的一个主流，他们的声音保护了这个教会，也绝对不可以牧师一个人。无论怎么样的喊叫，大家都说那牧师嘛，牧师是应该这样说的。但是呢，长老、执事们、一般的弟兄，甚至大家都有些情况，有些就不太好的时候，连我自己也有点回心的时候，嚯，2、3个新人进来是真的保护人，而他们身上、他们的夫妻当中很多都医治的现情况，就重击主给我们看，给我们安慰，我们教会还好啊。然后再一次祷告，有这一个的勇士是教会里面真的是需要的，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基督教会里面的勇士，手他们的手都持刀，就是宝剑，圣灵的宝剑，持刀，
有活泼有功效的，比凉了的剑更快的，吃了人的灵魂骨节骨啊骨髓破开的，然后打破魔鬼撒旦的头的宝剑。嗯，我们就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宝剑啊，魔鬼撒旦透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继续摇动着的时候，我们就耶稣基督就是手上的一个宝剑是打到那个。各位真的需要，各位的手中需要一个宝剑，各位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昨天晚上也是，哎呀，特别为我预备一个榴莲，所以呢，虽然很疲倦，但是还要为今天要祷告，它留下来。也榴莲嘛，也不能在饭店里面吃，在外面吃，还要吃，感恩的吃了，然后跟几位有交通，我就心里感觉到宝剑，各位有宝剑，各位一个一个实在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先真的要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哦。首都吃到杀你征战的不怕哦，司令的征战，杀你征战的，腰间常常佩刀啊，防备夜间有金黄。夜间是什么？突然我的家庭有些变成黑夜了，我的教会变成黑夜了的时候，勇士要用的。魔鬼撒旦常常试探控告，叫很多人心里被控告有点被摇动的时候，有宝剑来的。我们新加坡圣名堂、马来西亚圣名堂、我们中国各地区的圣名堂、我们华府区的圣名堂，都需要拿着佩刀的有一个的勇士。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黎巴嫩白香木，对，那是真的是很香的，对不对？也最坚固的啊，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啊，轿会是各位很华丽的。各位主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人眼光来看，轿会是非常的一个华丽的一个团契。教会的人是很不一样哦，生命的目标也不一样，他们的爱心带出来也不一样，生命里面的喜乐也不一样，他们口里出来的见证、口腔信乐的赞美就都不一样，是华丽的，非常的华美的所罗门的教。第十节，教主是用银做的，是很坚固的。教底是用金做的，很荣耀的、尊贵的。坐垫是紫色的，一个紫色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皇帝的一个颜色了。其中所仆的最重要哦，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有主的宝座，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坐宝座右边，其实他是坐宝座的。右边的意思呢，另外一个的强调哦，所以他是宝座。右手的意思呢，全能的意思，我必定我光明的右手来支持你的右手。然后呢，同时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面，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每一个的团体里面啊，作为主跟我们之间的爱情，是耶稣基督宝座上的仆的那个的啊，就是我们的爱情。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真的很美哦。第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是谁啊？以色列教会给他的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以色列教会把那个冠冕归给他，那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把那个冠冕也归给我们每一个人。启示录啊，第四章看到24位长老为代表的圣徒得了这个冠冕之后呢，就把荣耀归给主啊，他们不在地上跪拜，然后把那个冠冕归给主，就说你带，我们说主应该，主应该带的，你带，主应该带的。啊，有一个人在我带啊，那个冠冕是，所以基督跟我属主，主属我，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圣经有一体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
哦，现在主与我们同在，然后今天也加添那个冠冕，借着各位的爱情，各位爱主，啊，很难做到的事情上，因为我爱主，愿你做的时候，就是全部变成加添那个冠冕了。保罗所说的，对不对？现在公义的冠冕，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对不对？然后当守的道就是守住了，现在呢，要终于离开身体的时候来了。而那个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着，不但为我预备，为众生预备的。盼望各位能够有的眼光，每一天更美、更荣美的冠冕，就是你的生命是归给耶稣基督头上，然后耶稣基督因你得的荣耀，又归给你冠冕。特别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是更好的机会，同受苦难，同得荣耀啊！所以他母亲婚宴的时候，对不对？各位，婚宴是什么时候来的？婚宴啊，我们很快婚宴就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就是天使长的吹号号筒，就是加印章。他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回去？怎么样回来？然后我们是一三啊，对不对？就是一下子我们都能够会得着父的身体。我们也加云背提，我们是背提在空中相会啊，在那里一个属灵的有一种婚宴的方式。这个婚宴结束了，然后就新天新地来，为新郎所预备的，为新妇所预备的，然后一起进到那新天新地的。各位一辈子每天不要忘记这些事实啊！主告诉我们的预言，我们真的要相信。然后今天是就是那个预言一天一天都成就的日子了，所以这个婚宴很快来。所以各位，第三章的意思，我们在整理的话，我们生徒呢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必定会遇到各样的问题，所以各位现在遇到的各样的问题是宝贵的。那个问题里面，与主同受苦难，然后同得荣耀的，如果各位的心是很正，真的爱主的话，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一天一天这样的。所以呢，所以我们不怕遇到问题，我们只怕问题里面看不到我的主，我的主在哪里呀？黄河之处，对不对？巡逻看守的人找问，然后巡逻看守的人一离开，看到了，祷告中，真的主在这安慰我，向我显明。所以，这样之后呢，哇，基督的荣耀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不一样了。回想一想，这是雅各。实际的各位的见证了，各位看看信主的时候的各位的光景。信主之后呢，从肉体的两个律的打仗，对不对？一个是肉体，一个是情欲，一个是圣灵，对不对？打仗开始以前是没有的啊，重生之后很麻烦了，就是有那个过程当中常常被控告，控告当中靠着宝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一步一步的得生得洁净，对不对？有这样的过程当中到现在来了，然后各位蒙恩了之后呢，就是怜悯所有还活在地狱里面的家人亲友这个时代的人，所以呢各位也要为他们代祷，对不对？成就是主自己成就，我们是代祷，然后服侍他们，等候他们。到现在各位身上的荣耀多少变了，我们真的是我们信主之前或者刚刚信主的时候的属灵的婴儿，所以圣经是明明说有属灵的婴儿，少年，对不对？少年的话，年轻人，对不对？也就父老，总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个荣耀都不一样的，一天新是一天的，对不对？一天新是一天。所以第四章是也讲到这个的，所以呢，在我们在遇到问题，然后问题当中得到主，把主带进到灵里面去，然后呢，在哪里得到保守的、
透过宝血会得着的圣灵的意思清楚明白之后呢，我们的样子在主的眼睛里面，我们的样子多加添荣上加荣，对不对？这是格林多后书第三章最后面，对不对？我们是金枝繁招，对不对？金枝里面，我们的金枝是什么？我们就耶稣基督，对不对？遇到我们事情的时候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话怎么做，我们用耶稣基督当作金枝来繁招的时候呢，基督的荣耀繁照在我们身上。虽然是外体是一天一天毁坏，但是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了。那个光景讲的就是第四章了。各位看，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更美丽。你的眼睛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啊。这眼睛是昨天也讲过，代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生命，所以呢，人的美德这些是透过眼睛会看得到的，谦卑、温柔、纯洁的眼睛，鸽子嘛，鸽子啊，不是老鹰，那是一个鸽子的眼。你的头发，有一个事情是，刘纳德·达·芬奇他画《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最难的，他最难画的是耶稣的眼睛，全部都画了，最后不能画，不敢画耶稣的眼睛，跟犹大的眼睛，卖耶稣的这个眼睛，那么伟大的一个画家，画了耶稣的眼睛，跟那个，所以彼得的眼睛、蒙爱的、约翰的眼睛都不一样，但是比较凡人嘛，比较可以容易画，他们还有很多要重生的一个余地了。但是耶稣基督那完整的、纯洁的那个眼睛，怎么样画出来？那那么邪恶的、污秽的犹大的眼睛怎么样画出来？所以眼睛各位的眼睛今天多得纯洁，阿门，多明朗的，各位的眼光判断一切的事，借着你已经得着的基督的答案，更明亮了。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山羊黑色的，各位，为什么山羊就是为什么你的头发就这样很长很直的，什么猪肝一样的，又这样也可以说，为什么山羊？山羊好像一个山上啊，加利山上，山羊吃草的时候，或者在那里躺卧的时候的那个很远的地方都会看的时候，那个是，所以这个姐妹的头发是转石，有长头发的，长头发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山羊的样子。所以各位，我们华人的头发大部分都是很直的，我们华人的很多的特色当中啊，有双眼皮啊，很多特色当中一个的特色就是直的头发，很直的。但是大家有些人是很长头发，是一个装饰啊，长头发很美，对不对？那我看犹太人他们的身材的那个条件也是，我觉得好像最好，真的的确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民族。黑人长头发是他们是卷的，太厉害，我们是太直了啊。但是犹太人是刚好可儿，就是长头发最美丽的那个样子。所以现在那个苏拉米女人经过很多的问题，她更聪明了，眼睛更明亮了，更纯洁了。然后呢，样子、头色都重要。女人的美丽啊，从哪里来啊？很多地方来。但是呢，头发也其中一个的。通常我们韩国女同学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叫短头发，在这里要短。中国也一样吗？短的，穿制服，短头发。然后有一点长起来的话，在校学校他们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就是前面桂律老师桂律部长学生会的拿着剑刀拿着一个尺在那里等。
我们讲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哦、然后呢我们男的也是，我们是完全剃头，完全剃光的，我们都是在剃光，然后戴一个帽子啊、哦、那头发一点点长了，有一个老师是拿着那个啊、所以我看到我们学校宣教士班的这个学校隔壁也是宣教士班的女学校了，我也看到那边的学校前面是那个基利老师拿着尺拿着尖刀，然后每个学生来他的头发就长一点了，再长一下，这个耳朵下面应该要是不能够超过什么5公分哦，有这样的很短短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学生不能上电影院，或者有些学生不应该去的地方哦。当时社会是比较还是干净的哦，但是呢，很多地方是就还不到20岁的不能进去的那个地方，学生不能进去，所以必定要穿制服，然后头发是标出来，所以我们男同学呢，要坏的人是必定常常预备假发，然后穿着假发，也女同学也是戴着假发。我们时代呢，男女 dating 也不能的。男女 dating 大家都老人家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讲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戴着假头发，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年轻的一个青年跟小姐的样子，然后讲，然后进去电影院，那电影里面有一个基利老师，每次在那里又讲，各位那样的时代，就是头发短的姐妹们感觉上很纯洁啊、然后学生很端正的样子，但是等到他们高中毕业的同时，头一个他们要的是头发快快长，然后他们就是每天长，每天看镜子，然后头发也卷一下，高中的时候总是不能做到的、哦、就开始做化妆，也是做一下、嗯、现在呢连中学也可以化妆哦，我们是不能的。那我们的妹妹上了大学之后呢，将出现的时候，哇，真的另外一个美丽了，头发长的、哦、所以这里姐妹们、哦、我们生徒都是姐妹、哦、就是那个样子，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基列山是各位祥品最多的山、哦、所以呢很有香气的头发。第二节，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所以剪毛之后呢，毛啊啊就是羊啊，剪毛之后怎么样？很短正，对不对？要不然他们的毛啊很长，对不对？然后甚至就是碰到那个泥土的时候很肮脏，但是牧羊的全部都剪毛之后呢很端正，所以呢生徒的样子是很端正的。然后洗净上来，所以很干净的，洗净是干净的，个个都有双生平衡的。为什么双生是有些学者是说旧约新约双生、哦、就是牙齿，各位牙齿是什么的？牙齿是什么功用？要吃的，要吃的，所以吃什么？生命的粮食，绝对要平衡、哦、所以呢有双生的，没有一致上吊直的、都是很端正干净也很平衡、各位旧约跟新约、哦、是就是一位神讲一位基督讲一位基督的身体的，所以呢有的人说哎呀新约跟旧约什么关系哦，这样的人是很糟糕的人呐、啊！各位不认识旧约的话，不能够为新约的那个的很多的很重要的福音经义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了。所以呢，旧约新约这个双生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节，你的唇是说什么的？讲话的，对不对？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是秀美，就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哦。有一个时代是就是朱红线一样的小小的，这个嘴是美女的一个特色，像杨贵妃一样的哦。
啊，有些时代是嘴唇凸一点啊，比较美女啊，有人家说什么有性感啊那些，所以这个嘴巴也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讲的嘴巴呢，人说话，人的话的那个优美，所以呢，嘴也是秀美。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可以讲肮脏的话，牧师是偶尔不需要上需要讲性感这些话啊，但是连这句话也不要放在我们的很纯洁的我们的嘴上啊。圣徒呢，就讲，有的时候我也偶尔长出来什么大便这些啊，但是这些也是啊，什么粪土啊，用另外一种的话来，我们嘴巴真的是要，我们特别带领小组的教会牧羊的牧师长老的话是要秀美的。你的两太阳，对不对？太阳，太阳在哪里？各位，太阳在哪里？啊，缺乏注意一下，太阳在哦，太阳是在这里，两太阳，刚好有头发呀，好像个石榴，石榴是什么颜色？红色，所以呢？我们跟有一些姐妹们说，哎呀你很美啊，都说马上大部分的姐妹呢头一个红起来，在这里红起来啊，在这里红起来，就是这个关键啊。所以呢，就是姐妹们的美丽，也姐妹们的谦卑，有姐妹们是应该有点害羞一点啊，姐妹要像姐妹了，这个时代是很多姐妹是会反过来了，丈夫你过来跪下来快一点，拿棍子来，这个真的不像话了啊！姐妹呢，养太阳，就是头发有点遮盖了。然后丈夫说：“我的骄傲啊，你深美，你比昨天更美。”有这样的时候，在这里红起来的，有这个这样的姐妹，这样的圣徒，我们圣徒也是一样的啊！常常听到丈夫的，那个称赞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称赞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有这样谦卑的反应。第四节，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受强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个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所以，这高台是讲什么的？景象啊，景象高台。像那个麒麟一样，像那个这个鹿的我们韩国有一个诗人写的诗很美就说你的金像像鹿一样的强，又长又高又尊贵，好像你的主类是非常尊贵的主类我谈恋爱的时候常常夸张师母的时候用过的，是不是？你的金像啊，就是好像像鹿，好像你的家是很尊贵。可能我觉得我订婚之后呢，跟他说，我的一辈子要托你的福而活的我丈夫的这样谦卑的跟他讲了那就是有金像，是很高贵、尊贵。然后在这里哦，好像大卫的1000个的盾牌一样。为盾牌是圣经讲什么的？新兴的藤牌。所以这个景象昨天也讲过是我们头脑里面的很多的知情意传到整个的我们的全身脊椎骨、全身手脚的，就是景象的作用。所以信心是桥梁你能够会随时能够享受从3层天来的能力力量，是借助信心了能够会得着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借助信心了。有信的人才能够会得着的，所以金像是象征这个的。我们信心的藤牌真的是要坚固。第五节，你的梁炉好像百合花中赤潮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所以梁炉是讲什么的？羊乳的作用是什么？喂羊的。对，西门，西门，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问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哭了。你都知道的。
你喂养我的羊。那前面他的装备经历非常重要，要等到他能够会得了圣灵之后呢，就全部都显明出来了他的喂养。所以各位不怕问题哦，不怕夜间所遇到的问题，这个将来各位要喂养辅导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真的一个一个都用到的。我曾经所经历过的很多的难处问题，所以有些人找我求辅导的时候，听一下马上都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所经历过的。那我心里说，拯救我的主一样的拯救的一种的一个祝福就来。辅导者，我们都是辅导者，所有信主的人明白三乘天来的那个属灵的智慧的人是都是一个辅导者，也祷告者、受王者哦。所以呢，我们有这样辅导，又能够会喂养啊。我要往莫药山和庐山岗去，只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是新郎的话啊，现在继续新郎赞美这个新娘嘛。所以这个莫药山、庐山岗是什么地方啊？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升天，在那里预备为新娘预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只等到天气凉风哦，末日哦，很多很多的凉风会来，很多的危机就来，那个时候最后的一个大收割工作来，然后日影飞去的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所以这天我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之后，那个时候我会再来哦，就是一样的话，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们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用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买来的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永生的那个复活的身体、永存的房屋，他的眼光里面是真的是很可爱的，也就无有瑕疵，成为圣洁的，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活着的一个目的嘛？所以呢，毫无瑕疵了。下次了，就这样的，那日啊，这样的婚姻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婚姻的时候，我的心腹，OK， 我们先读到这里哦。所以第三章、第四章啊，开始，我们十分钟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吧。